Hello， 全台的朋友，大家好。本周的共勉资料，上礼拜反生物羊年疯狂，26人跳河庆祝，7个啤酒桶，1个小时内全部喝光。大阪就是一个好地方，好地方。大家看那个飞翔的大叔吗？那个照片真的是应该得不利之奖。一想到阪神武，就想到我们的住阪神出身的 OB 林威助也接受日本媒体 ANN News 的采访，表达祝贺之意。威助终于出现了，日本媒体可以访问他，但我们还没找到住，但是我们还是祝福住啊。看住稍微胖了一点，但是长得很可爱，大家共勉之。好，接下来 LOB 藤浪纪太郎晋级后赛了，许愿前东家日本一，现东家世界一。这是藤浪第一次参与香槟浴，他说之前日本没有参加过这样庆祝，这真的很兴奋，因为他在日本的时候阪神没有拿过冠军啊，他一离开阪神，阪神马上拿冠军，是谁的问题？我们知道了，藤浪不是日本。恭喜藤浪，恭喜藤浪！大谷改当教练，教队友打击。教头说他连穿袜子都是范本，帅吗？对，长得帅就是年轻人应该要看齐的。中教练说的是对的，中教练说的好像都是干话，像我们节目一样，好像说也都是干话。他们说的是对的，选选手要选什么呢？选选手要选长得帅的，与大家共勉之。好，那接下来大家，我看到上礼拜的那个陈克义的美技 ，T 球踢到直接接，结果今天又受伤了。棒球真的是蛮危险的运动的。祝福陈克义早日康复，早日康复。好了，那个上半我也看到一个很棒的活动，赛前性别趴，富兰哥迎接小公主，台湾制造不叫阿强，为什么不叫阿强？凭什么不叫阿强？富兰哥跟正中投手李子祥感情很好，开玩笑说小孩要取名叫阿强，为什么不取了？但女孩是不是不适合？女孩也适合啊，可以叫强强啊，富兰哥强啊。严重的跟富兰哥提一下，女孩子也可以叫强啊。这个时代我们提倡男女平等，但不得不说富邦的活动，一些赛前活动啊什么的主题趴啊，我觉得真的是办得很好，跟战绩不一样。给大家共勉之。好了，接下来上礼拜最重要的一个变形金打，我们的变形金打翻滚之后继续精准判决，对，判到奥董。大家看过变形金刚吗？对，我本来以为那个金打就翻过去就就奥董，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美技啊，我觉得今年十大美技应该这个，如果金打变成车的话，超级变变变应该是可以得到20分，与大家共勉之。好了，那日本之棒当然最后的新闻，宋家豪我生涯百中必成功，恭喜家豪，恭喜家豪，一路这样子从台湾毅然决然的去玉城，去日本玉城，玉城实习年薪仅440万日元，约96万台币，对，那现在翻了25倍，现在是1.1亿，值得啦，值得，恭喜家豪，恭喜家豪。然后说到家豪，我们的不得不提我们的荣荣，王柏荣是改变历史男人，台钢领队等日美谈重磅交易的，我台钢真是很积极。好，其实这个日本媒体说我们要他回来，但荣荣现在在追求他30岁之后的第一次安打，在昨天又被三振了。基本上我觉得 Big Boss 真的是小，他会连续叫荣荣先发，8888先发之后，然后连续冰他冰好几场，只出来大打一场，然后接下来继续先发之后，8888又觉得他打很烂，又叫他下去，然后接下来8888又叫他出来代打，对，这样子要怎么调整 ？Big Boss 真的是蛮疯的啦，但还是希望荣荣还是多加油啊，多加油、啊，不要太有压力嘛。Big Boss 就是喜欢一些荒谬。做个荒谬的人，做个荒谬的野球选手，勇敢的展现你自己，就像我们一样，与大家共勉之。See you， 我去喝酒啦，耶、yeah! ！哎、欸，大家好，我们终于来了，我们来到北海道了。这边就是北海道斗士队的新球场。最近很多人因为新球场今年开，很多人来拍开箱影片。我们没有要拍开箱影片，拍开箱影片是花自己的钱拍给你们看。我们不干这种事，我们直接来导览，导览就可以介绍开箱啦。各位为什么要浪费时间看开箱？参加导览，这就是聪明人、成年人的风格。野球干一杯，导览 Go。为各位介绍一下，这边就是北海道斗士队的新球场、新主场。可以想见，那个荣荣在这边一年可以打出146支全垒打，在这个主场。对，好了，导览结束，就这样，我们要去吃饭了。哟，野球干一杯的朋友，是可以对决的意思吗？我们去报队啊，我们要报队欺负小朋友。他这个门是新北市狗公园的门，那旁边应该啤酒还是有啤酒区，有放一排放啤酒的地方。哇哇，哦，这球，哎、欸，看这球场、欸，哎。这是球场哎、欸，透明的哎、欸，屌！球场近距离看觉得比较猛哎、欸，真的。哎，这边感觉接下来还要再盖其他东西，都还在盖。拖车明明就是来工作的，可是要在那边跟大家说这是什么，然后摆得很好看这样。好了，我们要进来了，我们进来了。是的，我们的，就我们礼拜天的。这三个人也会在吗？那是导览了吗？
那是拉拉队的，拉拉队带导览的、啊。哦，哦，那先来看一下，外野外野。哇，现场看蛮爽的，所以我们来猜礼拜六王柏龙到底会不会先发守备？先发守备的话是在这里啊，这是龙龙席，龙席，看他生日会不会出来守备啊？还是生日打击就好？还是跟台湾一样，生日那个寿星都会请假，变成那个电风扇吹蜡烛。待会的导览是全日文的，所以我们一个字都听不懂。Play， 嗨，龙猫，所以我们有繁体中文版。所以我们待会会用念的，反正我这样看了每个 YouTuber 开箱，还不是就念资料而已。钻石俱乐部专用席，这个区域的座位是球场内可以用最近的距离最能体验到豪华临场区的座位，也是球场内最豪华的座位。专用贵宾室的装潢优雅精致，使用北海道食材的各式美味餐点。叫迪亚哥买这个啦。对啊，我们买什么外野？先念一下注意事项。哦，注意事项很重要。注意事项，在参观比赛场地时，禁止进入内野天然草地区。第二项很重要。主场球队工作区基本禁止摄影，除了导览人员许可之外，场地请勿摄影。所以待会我们有黑荧幕。导览进行中，请紧跟导览人员依照指示前进，以免脱队，会死。而且不知道为什么火腿队的主场会卖洋基队的商品，这也是火腿球场。你怎么样？你不是卖教师队，就是卖天使队吧？是有什么预言？龙龙明年，他不是在说龙龙明年要去洋基队？我以为你会说他。我本以为他会去洋基，现在看起来继续在天池。这就是所有导览的最后结果，就一定是导到商店。我们台湾没有球场导览，台湾没有什么好导览，还是可以导啊。练才还是要多加减练啊。以后会有很多外国人进来，就要弄个好像这球场很厉害这样。OK。没有，他说你拍摄可以，但你不能传上去。对对对，对不能传上去。那这样怎么办？你就用剪的就好，这就剪一段就好了。他是说 photo 的东西可以上传，他说可是影像的部分不被允许。对，不被允许的不能上传。对，各位为什么要浪费时间看开箱、参加导览？这就是聪明人、成年人的风格。也是干杯，干杯。啊，我们现在人在那个中外野第二层看台，对，上面的酒吧，而且我们坐的这个位置是现在不用预约的，球比赛当天比赛的时候是预约不到的，对，像那个位置其实根本就看不到球，从是来这边 喝酒，他们比赛的时候花钱来这边喝酒。我发现你怎么变那么小声？你真不用很小声吗？真不用，因为在日本啊，在日本就会很小声、啊。不用、啊，我们今天来这个导览，那个这个熊老师叫我们，然后因为导览不能摄影。可以拍照，可以拍照，拍照可以放在社群上，可以放在社群上，可是录影的不行，录影不行，他不能有影像。他是怕其他队学走，他们因为他们休息室真的太豪华，对他们休息室太豪华。我们今天那个等一下我就会那个知道龙龙为什么不回台湾。我们先从他那个开始讲好了，因为他一开始进去是那个情报室，情报室、就是、一开始因为那个其实就是他好像弄什么迪士尼乐园的导览，弄里面好像都是什么美术馆假的一样，就没有他们的情报室就是真的长那样。哦，他那个走廊上面每个都是。历史的东西，那个也蛮好的，那个让球员走过去都觉得自己身为这个球队有光荣的一面、啊、对，最重要的是我们找到龙龙的拉克，对，我们找到龙龙的，但不能拍。等我们，但我们找到龙龙置物柜了，不知道从哪里买了新的球棒，对，看来是打断了，看是前天把它打断了。我们早上应该买一些东西，直接丢到椅子上，怎么会被发现、啊？对，我们是唯一的台湾人，我觉得他们工作人员从头到尾就盯着我们在看。拍到一个其中一个拉克，对，我们拍到其中一个拉克，那那个是开放那开放给大家拍的，那个拉克还不错啊，对，而且里面还有 LED 灯，然后还带我们去他们的哦，让我们经过他们的餐厅，餐厅看起来是超豪华的。不是，像麻将桌，四方桌嘛，对，是麻将桌，麻将桌。合理怀疑这个地方绝对有床，他们休息室一定有床。Big Boss 那一间，哦 ，Big Boss 那间，谁会在 Big Boss 的房间睡觉啦？Big Boss 的房间有按摩椅，还是他开放给大家？应该没有吧，应该是他自己按摩吧。他自己那椅子还是高起来的，另外一队的椅子没有高起来，只有 Big Boss 的自己有高起来。哎、欸，所以这里的设计是为了 Big Boss 设计的，量身打造的一个很荒谬的地方。然后它里面搞得跟什么那个什么皇那个欧洲皇室那种，里面装潢就是大家看过柯南嘛，冰雪山庄杀人事件，大概就是里面那种装潢啊，就只有导览看得到。哎、欸，这样哎、欸，他不准我们拍，我们要帮他们广告，但蛮值得的。他们搞不好下次会让我们拍啊。对，难讲，难讲。但大家还是会看到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因为我在每个地方都比赞。
然后还有记者，哎、欸，我就有去记者室。我觉得日本人真的比较保守，你看那个讲台是没有人会去拍的，从头到尾就是我在那边拍而已，然后日本人都没有要拍，看我拍，他们就是一脸羡慕的表情。可是其实他有说不准，但是你硬拍了。没有啊，不都不能拍，他们那个拉拉队跟你语言不通，他就想说那算了。没有，拉拉队会讲英文，他英文很好呢。哎、欸，真的。我后来去跟他拍照，他是用很标准英文跟我说，会来去 come from。对，我说台湾啊。Thank you for coming. 他英文应该是其实不错，但我们还是不知道他的名字，所以知道他名字的朋友请下面留言。我觉得最吊诡的是，干他那个外眼那个墙到底是三小，就是有一个地方是会直接撞到 LED 的，那个到底是想怎样？他们的 UI 手是谁？就是我以前都会听人家说呢，外野盖得很特别，就真的有点特别，太多形状了，特别到有点难防守。你不是在主场常常练的，大概真的没办法防守。对，我们刚才有演练一下，那不然我们踩草皮，但我们有一直踩红土。我们还有去牛棚，对，我们还去了牛棚，然后牛棚也还不错。我觉得他们也都很想要拍打击跟接球，对，都是我们在拍。对，我在投球的时候，所有人都在笑，他们就明明就很快乐，因为是日本人，对，他们是日本人。在台湾，你应该连那个投手球都站不到。台湾所有人都在投手球上面，就算有防水布，所有人也全部爬到投手球上面去要投了。你说不能拍，跟大家狂拍，一定狂拍。我跟你本垒板那边要排队才能蹲，才说哎，帮、欸、我拍捕手，帮我拍捕手这样。欸、如果这一团是台湾人，王博那个拉克鲁那早就被拍爆了。工作人员你在那边说 ，no no no， 小心小心，毛毛的，毛毛的。那所有人不敢拍，来来来，毛马上上传直播什么的。一开始他们工作人员知道我们是 from 台湾，很害怕，很紧张。他拿那个英文那个警戒给我们，他有繁体中文。简体中文、英文、日文，对日文。然后他发现我们拿繁体中文，他就知道大事不妙了。台湾是台湾人，所以我们那时候一开始应该拿简体中文。那小心，不录了，不录了，丢东西了，丢东西，这什么地方？我们怀念他们。打枪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我觉得还是那个休息室。中间有一个圈，我觉得那个是仿照很多大联盟球团都有那样设计的，但是让球员比较可以团结在一起，然后中间还可以有人可以讲话嘛，说队长会出来讲话，嗯，或是今天表现好的，或是人败可以出来讲话，而且那个环境很舒适。我印象最深刻应该是他们给贵宾的那个餐厅嘛，我觉得那个干超夸张，就是哦，你说那个 VIP， 我下次要叫老板订那个吧？没有，只要叫赞助，就是有一个名，我们在墙上会有一个野球干一杯，我们直接在墙上就是直接左野啊，我们在左野下面白色那个野球干一杯，野球干一杯，龙龙。接球还可以撞在野球杆杯上，又帮我们打广告。我们野球杆杯上是不是有个啤酒？然后打到那个啤酒罐的话，我们拿一年份的啤酒。好了，说到龙龙，我们应该趁现在没有人，我们要去找商店找龙龙的商品。对对对。总之，我们导览的结论就是，我们知道龙龙为什么不想回台湾了。哎，对，而且我们有看到他们 Hero Interview 那个台子，台湾的是哦，吹，工读生在后面怼，他那个是一个木头的，然后那个直接推出去，推车推出去的，对啊。而且我们有看到他们有大型的晴天娃娃。对啊，我们的晴天娃娃每次做一个这么小只。我们是挂什么辣椒凤梨，他们是直接做一次打的。我们一天到晚下雨，對啊、他们的晴天娃娃这么头这么大，挂起来像什么鬼在飘。好啦，总之这样，我们去找一下有没有龙龙的商品。现在龙龙都上一军十天了，一定有商品，应该要做一些商品了吧？够，喝完就应该又有吧？好，喝完可能没有吧？一定又有，对，一定没有。好啦，我们现在去喝完这杯，再去买龙龙回家，干杯！ Yeah.好了，我们先来到火腿的周边，我们先来找龙龙的周边。那龙龙新球星应该有周边吗？看他们新的毛巾，哎、欸、有哎、欸，小玉，他们也知道小玉、欸，哎、欸、是玉井大翔，不是龙龙，哎、欸、没有龙龙哎干，真的没有吗？没有，他太晚加入了，没有龙龙哎。有玉啊，有我刚找到了，小玉买小玉，上次火腿他们有寄这个给我们，对，好吃，这个很好吃，上次他们寄给我们的，这没有龙龙哎。会卖金色的，你蛮适合你，蛮适合我的吗？哎，水野朝阳哦，不是，不是水野朝阳，没有哎，没有王波龙，没有，哇，哪整家店没有王波龙？对啊，翻桌了啊！先找很正的店员，然后就问他说，请问有没有王波龙谁寄的东西？嗯，是不是很好？去找去找。好啊，哎，哎，不是 ，no， 王波龙。No. Uniform. Uniform.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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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 So out. So out. So out. Yeah, one ball long. So out. So out. Okay. Okay. Arigato. Arigato.
大家这哦，收到，喂，王柏龙太后，王柏龙收到，他不上来时长而已嘛，一下就没了，砸店啊，砸店啊。但是刚才那个店员是说啊，没有王柏龙，好可惜，他可爱。他说很酷很帅吧？他说卡扣一吧。他说卡扣啊，对，他说卡扣一。卡扣一是帅，真的是北海道最有魅力男人，靠脸蛋生存的。我们刚才那个导演也是的，那笑起来都是他吗？他有个痣。是的，就他。这个吗？他有个痣啊，我们是认他的痣的吗？启梦吗？好，我们看拉拉队的东西，有拉，他们有拉拉队，现在拉拉队是全世界的潮流。对啊，我看他们拉拉队上片了。摄影认你刚刚是哪一个？你认不出来就你认不出来，这辈子都不要跟他照相。这个吗？不是啦，他字不在那啦。老板是哪一个？是这个吧？对啊，是他没错啊。他有不一样啊。他有那么多字吗？其他这里有字，这里也有字。没有认错啊。啊，这里啊，这个吧。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吗？这个啊，那就是刚才那个。我不知道，我认不出来，有点像吧。我牙齿不像啊，他刚才牙齿就不是长这样啊。我们应该直接问刚才那个女生，你是谁？做人。他会说我们是富邦悍将，你想怎样？没有，我们看最后，这个是内裤吗？应援毛。我看有没有龙龙的内裤，其实我觉得可以出内裤啊。这谁会穿？谁想把球员穿在自己的内裤上？没有，我蛮想穿 Berry 棒子，我有 Berry 棒子，我要穿。应该可以那个吧，克制吧，就买一件。我看我有那么惨吗？但是一军球员，我们还要客制化他的球衣。火腿这边太低估龙龙的魅力了。北海道最有魅力男人奖。那怎么办？你今天都没有买东西，没有龙龙，没有龙龙啊，就不买了，就不知道怎么买。砸店。无的啊，砸店了、啊。哎、欸，这是背包吗？对啊，这是女生。哦。对。哦。OK。谁懂 ？OK。哦，他是给八啦。啊。啊。我 OK OK 哦、oh, ，我还以为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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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no bag no. Not bag 枸杞枸杞 OK 哦、oh, OK OK 你你你 OK 你就买这个啊啊！我知道你买回去当抽奖哦、oh, 好啊，那就买这个、啊，我觉得大家会想这个。阿里亚照，阿里亚照，好吧，我们买回去抽奖了，算迪亚哥的。好了，那个远走干面朋友，那个大家可以扮狐狸了。What the fuck sake？ 没有，这一题就是猜谜底，说刚才那个导览员到底是谁？对，那个导览拉，请大家在下面留言导览员的正确名称、生日对以及住址。你住址，得到正解的话，我们就抽奖，得到他平常使用的狐狸八个狐狸耳朵共勉之。各位，我们找到龙龙唯一的商品了，在这边。2023年的球员有龙龙199号，最后一个压线，压线最后一个没有200号了，而且上面有龙龙签名，他们居然叫龙龙在199号的上面签名，太狠了吧！开季纪念，对，开季纪念，哦，这是新球场，值得纪念的龙龙199号。那我们找不找到这个、啊？这应该是全队，随便买玉成球员的小徽章啦。好了，我们现在看唯一最后的机会，只有这个地方有可能有。全84种选手加监督，看可不可以扭到龙龙一个200块。如果扭到，这是真爱。你觉得哪一颗会有龙龙？我觉得要选左边，因为他都守左外。左外野这边吗？左上，那就是外野、内野、外野。好，就这个吧。很紧张哎。哎、欸。别退。哎、欸、不行了，不行了、欸。你要不要问他的？等、欸、他来了。对吧？谁？啊，空啊 ，OK，OK，、okay, okay, 好，我刚才换完代币了，我们现在来试试看。没有，你要先说为什么要换代币？对，换代币，因为这边不能用现金，我们都只能用刷卡的。代币都要买。对，代币要买。他说两百块，但是200块的火腿币。火腿。好了，丢喽。我、欸哦、可以了，可以了。紧张的你猜会弄到谁？隆隆隆隆。卡米克阿爸，对 ，OK 了，四号，那一号就四号，有单，有单，这个趴就用最后，我买了帽子，下给马路，对，下给马路，下给马路，啊，下给马路，下给马路 ，OK， 好了，在三天元大吾的徽章还有钓鱼的帽子里面，与大家说再会。
好了，我们上次在那个球场里面的商品部找不到龙龙的商品，我们现在跑到札幌的市中心来找龙龙的商品。这边有个火腿的商品贩卖部，但我们整了整家店还是找不到龙龙的商品。唯一找到商品是龙龙的写真照片，只找到龙龙写真照片。好了，我们现在买两张来回去抽奖送给大家。好，我们选这个，这个龙龙第三次拳击打，全世界可以用这么丑的姿势打拳击打的，大概就龙龙一个人吧。奶油的照片这样。好，选这张，还有龙龙开演唱会的照片，这很像竞选，请大家支持龙龙竞选那个台北市长。好了，注文内容确定，要射了吗，龙龙？好，我们得到龙龙的写真照片送给大家，我看明天可不可以给龙龙签名。就在我们买完照片，以为这边再也没有龙龙的商品之后，我们在这边发现了钥匙圈，钥匙圈这边有那个现役球员的商品，任意字母制作。选择现役选手来制作，当然是选现役选手了。找99，对，99。哎，没有99，但是有三位数哦。他最多到94，但有三位数哦。所以有199，值得纪念的199号，199，哇，帅，要纪念起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拿到那个那么大的号码的，因为没有200多号啊，只有199。哦。哎、欸，对，他是我自己粘上去的。好了，我们回去制作这个给大家。我们晚上直播做这个抽奖送给大家，一起帮龙龙加油。大家请看一下我们的影片里面的文案，就可以知道怎么抽奖。Check it out。哟，野球干一杯的朋友，我都打300轰了，这频道怎么还没有破10万呢？赶快订阅阿尼摩运动吧，让阿强拿着盾牌跟你干杯哦。